为了避免群聚，北捷车站免费充电区已暂停使用。另外，配合防疫需求，西门站一号、二号、三号出口封闭，改为四五六号出口进出；龙山寺站三号出口封闭，改为一号、二号出入口进出。现场已张贴公告，提醒上班旅客注意，并请旅客配合。捷运站的部分主要是因为万华本来就是这一次的热区，然后它的出入口比较多，那为了要做到十连制，还有做比较加强严格的管控，所以先把它的出入口减缩。那因为人力必须要在现场做一些管控的指挥，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主要是因为要疏解人流。那当然如果它排队这些相关的密度，我们当然会在现场有人员会做指挥。那主要还是希望能够减少我们如果人力没有办法在每个出入口去控制的话，我们还是需要严格管控。另外提醒民众，使用电子票证可以到网站办理记名，完成记名后搭乘捷运刷卡进出及完成十连制，无需另外扫码，保护自己及他人安全。记者温俊台北报道。